晚上的6点半，我们今天来到了王仁甫的民宿，爸爸偶像的民宿，终于来了，终于有机会。我今天下午在家工作做到一半，然后苏珊就突然就把我戴上面罩，然后我眼睛张开就在这边了。他拍了一个生日企划，大家到时候可以看到影片，真的蛮 shock 的，又惊喜到，那超开心的。对，然后大家到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影片的细节。那我们现在要准备要来吃晚餐了，刚才房间跟那个惊喜那些都拍得差不多了。那我们现在来叫了一个那个，因为我们有小朋友，因为双 Q 他们也一起来，所以我们有小朋友出门就不方便吃，我们就买回来吃。在这边很温馨哎。对啊，你不觉得很棒吗？它那个布置超好的，对啊。就花艺什么的，比在外面吃还高级的感觉。对。然后民宿的管家推荐了这家叫什么莫家什么的，莫贝家，贝加莫，叫做贝加莫，对，贝加莫。他说这家好吃，这样不知道够不够哎。我们今天人很多哎，今天整个大成本大制作，苏珊这个超大企划。小朋友嘻哈咋了？哇，英雄，嘻哈啦！哇，弟弟的衣服太大件了，他穿哥哥是弟弟少一件裤子，所以我只好先借哥哥的。哇，这样比较好搭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吃饭了，好香啊！有披萨哦，披萨哦，好香啊！开动！今天真的超多人呢，都是好朋友们来帮我庆生，好棒！这样。它有一个很有特色的，一个是这个吃了，我先不跟你们讲好了，你们先吃。很厉害耶，为什么它上面没有料？到底为什么？你们等一下试试看。我刚心里一直说，我等一下就不要吃。看谁先猜出来。真的吗？哥吃披萨了，我帮你点番茄的。可以吃一口，然后我不喜欢再还你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他说他那是他们店的招牌。真的吗？他是甜的还是咸的？甜的咸的，你自己吃啊，我不知道，我没吃过啊。哎呦，那我知道它什么口味，但我没吃过。什么味道？试试看。香香的味道。香香的味道。香料啦，香料很香吧？哎，你拿起来吃，好像没卫生。我又没有碰到它。很近啊。没关系，这一片这三片都有。我们点了，你看这一排拍放起来就很好吃的感觉。沙拉，然后这是炸鸡吧？然后这是炸鱿鱼，还有香肠，这是什么啊？它包起来，看起来你试试看嘛。不是，这里面有葱。有葱吗？啊，每个应该都有葱。葱油饼。那你喂中卫吃一口。好。请容我。啊，是大嫂大嫂。吃一口。吃这么小口，这么谨慎。不难吃。嗨。那味道很特别。不要吃，是不是？我先给你一个薯条好了，你坐着吃，坐着吃，坐着吃。烫烫啊，烫烫！哎、欸，我吃不出来哎，我一定要不要来？是不是？啊，我知道了。什么？那个肉？哪个肉？瀑布吧，还是？哦，宜兰最有名的哦，是不是？哦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宜兰的那个脯肉吗？应该这样讲吗？瀑布什么肉？就是脯肉啊，脯肉啊，不是啦，猜对了。我说那个字念脯。宜兰，不然你给雨萍试试看，你给雨萍试试看。请等我喂。有这么难猜吗？这应该还蛮好猜的啊。味道。哇，我们环岛的伙伴，对，思泉也来了。它有点贵。没有啦，我开玩笑。没有，这不是生日礼物吗？不是啊，我一开始花钱是不是？我直接问他说，我可以不要给你钱吗？没有，今天苏珊请苏珊来帮忙拍，不是请思泉来帮忙拍影片。哦，答对了，对啊，有这么难猜啊？皮蛋，对。果然是高雄人的味觉啊。第二个 QQ 的 ，QQ 的。看吗？是不是？我就说，我一看我就不想吃。高雄人的味觉。那给你。我真的吃不出来皮蛋，因为cheese味很重。弟弟怎么样？在吃薯条。对，我看起来有 cheese。他说他们店招牌是这个，怎么样？皮蛋口味，好酷哦。我们需要什么餐具吗？他这边有叉子，大家可以拿。该用了。应该薯条，但应该有叉子。然后需要碗，他那边有没有碗？我去看一下。看到杯子，不知道可不可以自己拿。有盘子，哦，有盘子，那100分啊！那我就一人一个盘子，这样就可以吃了。我们好像是7个人，几个人？
八月的时候我们还在门口拍照，没想到十月我们已经真的住进来了，是不是？其实今年要住进来，就是好感觉我们就是只要来玩，其实都可以。可是就是感觉就是要想，因为是毕竟是偶像的民宿，就想要一个特别的行程或特别仪式再住进来。弟弟想睡觉了，弟弟累了，没有，应该还没想睡，就是累了。你要去找我偶像啊？苏珊很贴心，还帮我做这个第一排，人夫哥的第一排。然后我们还想明天要怎么处理，这我真的是，这是我到最后后来才突然想到。啊，谁再来的？他们再来的啊。啊，我请那个，我请石冰慧他们做，然后直接快递送到这个，啊，送给他们家。啊，抱抱抱！你干嘛？你怎么了？弟弟怎么了？你看那些鼻子，有吗？好吃吗？这家？好吃。还 OK 啊，这个虾子很甜，嗯，没想到披萨店吃这个虾子，哇太幸福了，哦，月超爱吃虾，哇，超爱吃剥好的虾，哇，剥好的特别好吃，难得剥虾，因为平常都吃，对，那为什么今天这么开心？因为他今天抱小孩，今天我们那个轮流，哦，各司其职，对，明明就睡着，是不是很熟？对，真的重睡，嗯，还小啊，这年纪都这样，嗯。嗯，再两个月，开始越睡越少。哇，弟弟现在都一天只睡一次了，就变睡午觉，然后晚上就睡一觉。他从以前一天睡四五次，然后下面一天睡一次。嗯，哇，我记得我们之前带他的时候，就是醒来睡着，醒来睡着，醒来，嗯，我们真的没干嘛，嗯，还陪他睡，睡很饱，一起睡，继续睡。我们去香港的时候，对，还有一只，哇，太幸福了。哇，这就是生日的感觉啊！其实我生日还没到，因为苏珊那次就特别企划要在我生日的时候上这支影片，所以就提前给我个 surprise。对，而且你疑心病太重了，然后因为提前真的让我防不胜防，对不对？嗯，有。他今天刚穿的那个连衣裳，叫什么啦？去哪里？什么东西啊？不是因为我功课还没做完啊，对，昨天 Peter 也是很忙，而且好险我昨天把今天的事情都做完了。我原本今天要做是做我礼拜天要用的东西，哇，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昨天就忙起来就全部都做完，一切命中自有注定，不然我真的都来不及，我就死定了。你知道你今天去银行快下职了，今天还收到那个，对啊，因为我去汇钱给他们，对啊，那时候我们在开车在路上。然后你刚好汇钱过来，然后现在 Peter 还不知道等一下发生什么事情。我还在想说，哦，他还在把他还给我那个一点钱，你知道吗？他说，哎，那一点半多钱，我说你在哪里？他说我从工作还没做完哦。我说你不要五点才给我回来，会揍你。真的好险！我真的所有爷爷的生日的东西，我全部昨天都弄好了。哇，好厉害！原本今天要弄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嗯，是，好险！不然你这样直接把我带走，真的是我也不走。没做完。我会去帮你打预防的带走。我钱都花了，一定要买单。然后我们刚刚其实过程当中有一些小小小小的各种惊喜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刚才这一路上真的是太曲折离奇。好笑。唯一棒的就是两个小朋友睡得很好，然后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就妈妈不知道去哪里了，他们还在车上很安稳，觉得很棒，就至少他们不用跟着我一起惊吓，这等，好，过头 ，OK， 好，下一个，今天好像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其他客人，所以我们没有包场，还有一组，今天是平日，还人生意蛮好的，给大家看一下他们这边的布置，他们为了万圣节好像还特别。有用一些很可爱的东西，然后他们的风格的路线就是这种比较高质感的花艺啊、木头啊这些，然后但最主要元素还是白色啦，他们就白色元素，然后应该后来才去搭配这些木头的颜色这样。我们之后两支影片，一支是苏珊给我 surprise， 一支是就介绍 Play Hotel。
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我们待会就要就这样，没有体验民宿生活，对，开趴啦，开趴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就这样。